每天结束后把日历上那一天划掉，如理如法吗？最好不要。为什么呀，师傅？为什么不要？每一天没了就没了，傻姑娘啊，就像过生日一样的呀。你生日过掉一天，下面就把你划掉一天了，没了。懂了，师傅。笨蛋呢、啊？你要知道啊，你要是一直不过生日的话，你会无限延长的，有时候。嗯。你划掉一天，一天没了；划掉一天，一天没了。你知道，你这个寿数全部在下面记录下了。你到了时候，你就得走人了、嗯，你一点回旋余地都没了。听不懂啊？嗯，懂了，师傅。